国来。您这次到菲律宾去参加了哪几项国际性的比赛？您的成绩怎么样？跟我们说一下。我参加那个马尼拉女子业余赛，还有一个中惠美。三国女子高尔夫赛。是。这两项您的成绩？得了冠军。两项都是冠军。是。您打高尔夫有多久的历史？六年差不多。在这六年期间，您现在已经是成绩非常好。在这一次到菲律宾去参加比赛以前，您还有什么特别好的成绩？我去年也是参加亚洲比赛，三个国家，我个人得了第一名。是。在国内方面？我得打那个国庆杯。国庆杯。对。成绩是怎么样的？我去年不是。一年前得了冠军，也是冠军。总而言之，您只要参加公开性的比赛，差不多都是囊括了这个冠军。关于这个国内女子高尔夫运动，根据您这么多年的历史，您有什么意见？您觉得这个女子高尔夫是不是很值得提倡？前途怎么样？我觉得值得很提倡。我不过是刚开始，我想如果。我们现在有几位打得很好，如果他们努力一下，一定会比我打得更好，这样子。您的意思也就是说，女子高尔夫很值得提倡，也很有前途。是。您这次刚从菲律宾回国，他们那边有什么重的？有那个远东高尔夫巡回赛，他们是第一站是吧？第一站是的，哎，他们。在马尼拉的比赛结束以后，继续还有什么样的比赛？他们到新加坡，差不多有七个国家嘛，就先往这样绕。嗯。什么时候到台北来赛？台北就是4月3号开始到6号。是。他们有很多国家嘛，他们都打得很好，很好的选手，他们都会来这边比赛。是的。您这一次得到这两个比赛的冠军，是不是这两个杯？哎，是的。是。这个是马尼拉女子友谊赛，这个是那个钟辉美。三国女子。嗯，是的。我们欢迎您回国，并且恭祝您得到这么样的荣誉，谢谢您。